好，谢谢，大家收听的。来，红龙咖喱鸡盒啊，来，弄到画画来。红龙咖喱鸡只有六位客人来，能办或者200块了。真的很好吃，红龙咖喱鸡最厉害，红烧哦。交交北东，不搞好交，一百块的。来，红龙咖喱鸡能办或200块，能办的。那个地上满的可以放在桌子上面，没关系。来，等一下有箱子再装。来，能办或红龙咖喱鸡，来，大姐要来。这里敢会办呐、啊？哎，分嘛，交给交起来，今天哦。他老婆讲较俗啦，哦，最近拢有在查的物件啦，唔免问我啊。来，两百块来，红龙泰式咖喱鸡，非常的好食，两百拢买了咧，吼、哦，来姐姐也要来。加热，阿、啊、你啊，袂不甲掉落，这是足简单的啦。对啊。啊，都好食，都简单。来，最后一个红龙咖喱鸡没有了，来200块来，都位，有看到小哥看到一个大汉，200红龙咖喱鸡，5、4、3、2、1，谢谢。无啊吼，咖喱鸡无啊吼，平三二块，喂，你手拿钱无啊？哦，水瓶座你好。给我们七家，人家买两份了，就代表这东西好吃。只有三位啊、哦。阿布要问文才。哎、啊，仔今天应该有开店啊，那今天礼拜一一定有开店的吧？我来，过来。呼，喂，弟弟来哦。有，哎、欸，真的哎、欸。七八，真的包你。一口香酥鸡，他旁边没有一口香酥鸡哎。不、欸、要欢迎姐姐，快搬来整嘞。来一包好，阿婆要开始。一口香酥鸡，你要一口香酥鸡肉对？四包。季姐啊，你好，我等一下问一下。来，购买杯羊，购买杯羊。哦，你今天店休、哦？剩下四包了，直接逛。来，逛完再等你人客上来。一口香酥鸡，它旁边没有一口香酥鸡耶。我会留，我一般进来，剩两个人客来七八包了。你真的要四包吗？你要一口香酥鸡哦。七八，剩两个人客来。我问一下。好，来，谢谢，来阿国宇来。我直接问，我直接用问的，我现在在桌面上没看到。来，桂鱼三个客人，虾子先卖，桂鱼咖喱面。哇，后面大下堆，你阿拢无物件呢，来啦，先来我这赶紧。桂鱼，这一人两个。桂鱼好。一斤够一口。啊，什么物件好啦？好啊。好啊，我提起来没提起。有一口香酥鸡吗？来，那我先看，虾我先看。来，老大来，这海白虾啊。有吗？好舒服，然后来。今天有吗？有两包。来买只三，麻烦买三百，较济人买，五个人去来200块了，200块来。拜花三百，啊你买几？好，张阿姨啊。哦，这还要装金。对啊，李同学，那旁边那个是羊肉卤，那不是一口香酥鸡。我再问。200块，野生白虾。问一下后面有没有？来，只有3、4、5个客人而已吗？来，海北岸200，这一盘不卖五个了，四个客人吃就好了。哦，还两个给出来啊，不会当给你，200块我来。海北呀，这样是几个客人要吃？可以，好，我给呗。几个？来8个。8个吗？来，这里4个而已，我麻烦帮我搞哎。我意大利面先来。哎，这个有人点嘞。我怎样？不用赶了。那个。今天那个角色互换，今天是阿宅在家里，水哥在现场，他要尽量点菜，他要好好利用水哥。一口香酥鸡啊，不是一口咸酥鸡啊。杨文正，我在问，还不知道，还没拿上来。来给你啊，六个。来冷爆锅，阿文炒川大哥马飞来意大利面冷爆锅。来这三个啊，四个啊。一个一百，两个100呢。对。来给你冷爆。好，收着。伙伴啊，来冷爆好嘞，安尼四个客人，都安尼行动好了，应该是剩两个人给你啊。先搁交钱，都搁交钱。慢啦，啰啰啰啰啰啰，看牌的，我这个我看不懂。哎，来呀。哎。别弄了，你是要装一堆？哦。你等一下，我因阿母念念我因也袂困，只我来讲，4包尔，要换我人8包诶，200块，真贵个。那里没有，来一个给我。来，阿回来我这边。啊，你搁夹一份我来。真正好食，我到意大利面。
量够，味道又好。他的东西还没包完，来了，他要拿给客人。有八包，他拿四包就要过去了。来一张面，最好解一张给我吧。最后一个了，八包200块，阿伯买个去。不偏打，真正好食，纯只有两多，六百块。可以来100给我来。当然可以啦。来100给我。来啊，春节膜啊！到那边我也100没啦。你来一把，等一下，我有另外一种的，你等我一下哈。阿杰来啊！哎，口腔出去呢。阿仔要4包。4包。阿杰也回来。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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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来，谢谢鱼饺。我等鱼饺一个人，九分得哦，那存的没人给你啊。鱼饺100块，来小姐一份。来，一百，安尼存一个人给鱼饺，我来安尼无啊。来，我得几分？我安尼。没有嘞，没办法留2包，他们分完了，剩那个桌面一包而已。来5个。杨文正只剩下桌面那一包而已。来啊，鲑鱼哦。右下角那边有没有看到？剩那一包而已。剩桌面那一包而已。排队。大行李方便我不要多开心。怎么那一包？那包是哦，香酥鸡纯鸡包5包嘞。给他纯鸡包2个，给他好给。来，我把几个人给你啊，来变过来，来包我的。150。我姐姐要来，所以我跑好里头。啊！你都会把那罗汉头阿婆阿妹，哇，没了，被现场的人拿走了，不好意思，杨文正哦。下次多一点再来拿。最后几位啊？你几位不会丢？我们鲑鱼汤给你呢，还行啊。今天没有真空的，只有切好的。你挑，不要不要挑阿仔。谢了。阿仔，你被 water 挑了。鲑鱼最后2位了，鲑鱼。各位还没吃鲑鱼吧？来最后一位喽，我这边讲到位喽。哦，阿姨没来，会玩的不玩？有两三个，有叫阿姨的。来四个客人，最后一个。那个杨文正被卖掉了，被卖掉了，不好意思。收了。我的刀。阿你边喏？你不是刚刚我？哦，有啊，我唔知一个抢你啊。来，一个。我讲后边个头吼，我见你个包，安尼不算小货呀。头尾拢换倒啊！头尾全部靠倒啊！头尾我靠好个，我来我今头全部靠。我这边3位，我这边4。5个啦！来吧，其他来。不要再拿错东西。没办法呀。来吧，其他哥话嘴。好啦，好来。来吧，其他200块，我来给你。200块。有他要他跟平均，马上就会好了。好来，200块。你要三杯汤一两台，来200块，来8位，来10位，来12位，哎，三杯吃饱起来。13位、14位、15位、16位拢给你啦，来大只，今大只，今只，今只细只。今天阿仔要拼命的用，今天对啊，杨文正不好意思哦，今天阿仔要拼命的用水哥，来200块，他现在用得很爽，他现在用水哥用得很爽。来先挂了，先挂了，来11位来，来15位、16位来。行啊，你把这拢会跳啊，行。来200块，来再背下来，好，来再背下来，来再拿下来，好，七块了，背大你个背下来好了。来啦，12位来，16位而已来。哦，小姐妹太客气。来，春节让给200只蛋，200块，好，你200只蛋最后一个喽。啊，200块，哦，好来，听着。啊，今天哦，好，我多给你200，哦，来，来只八只，来12只，哎，多好，来，我跟你们讲啊。粉丝帮你们好，你们有些是新人，新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们有些是新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哇塞！
啊，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他们是好朋友。好。他朋友在现场，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在家里叫他买，叫他帮忙买，然后后面的人就不爽了。这样懂了吧？这种我跟你讲，小许啊，佳慧啊，等我一下，马上就到了，好不好？来，鸡块来，外公啊，小文啊，他们看得很爽，他们看到笑得很，他们看到笑，他们笑得超爽的。来，今年秋节来，开个鸡块，古风格就很好吃，来200块了。大人囡仔拢会吃，拢会使吃，做好吃来，开五公鸡块来200块，讲完啊，200块，会吃一包100块，我是在旁边笑伊，变200块2包哩，讲完啊，我来包去，伊起来钓，钓时阵，时机唔对，过来啊，虾啊6包好，较了补人啊，来啊白大，啊红红起两条，那个虾子应该已经好了，来白大来。水果加中锋高水来给他们买500来我也要先包了也要先不同来多来不然你们看不懂啊你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笑什么对虾子包好了后面那一个叫做 Water 水哥他跟阿仔是好朋友然后阿仔现在在家里在台北他就要在台北然后叫他在现场一直买东西然后那个水哥就不爽了，叫你来不来现场看？300块，先招姐妹来，水无？十条龙水当当来，四条无过来，六条你来，七条你来，八条你来，九条你来，十条拢无你来，300块，我阮老板要吃俩。OK， 10条300来，安尼啦，这两条搁请伊，到时候来捧场哦，来12片给你吃哈，不是500哦，300块而已，300后来给大杯再给你，5条来，6条来，7条来，8条来，9条来，来10条你来，这两条搁请伊来，300后来，300块来，300，谢谢啊 ，OK， 用蛋的，快点，快点，来找你吧，300了。小美金子啊，姓大妹，一进过来好个名落，一个女大妹。哦，来来来，你冇，你今日就做请啊，你冇，你冇给名啊。小美金子，爱分开念哦，你做位念就快听，爱分开念太好听。小美金子，来大哥阿伯，来300过来。小美金子，来300路，小美。小美爸。小美金子听起来像较低代迄个感觉咩？免过去关啊，吹伊就有啊。来300块来，300块来，300块。来6块来，8块来，10块哦，你来。其实10块300都少啊。来都三块2块来，300白大三都关着。来7块来，八块来，10块来，300块。来都三块2块来，都少两个咩？都买单片。买到花不完了，怕他花不完了。三八，花不完了，怎么会不够？听讲有小家庭作债啊，因为我头拄有几棍啊，我知影嘛。行。小家庭无紧，但是你钱爱摕我出来，100块我都有给你。100块都有给你。我其实我卖300是要冲量啦，啊，都无紧恁吃着啦。今仔拜一卖收面子。我小家庭拢买着，安尼较重要，来一包。来之前就来过，那大概一年大概来两次。来一包好得了，100块来。林启田你好。一啊，用好一包好多好食，真正好食，真啊好食，行啊好食。来，安尼一包拢买着，而且要买100多哦，好，乖。我今日先互恁食看卖，好食咱拜六礼拜拢固定伫遮嘿。来100块来，礼拜六比较早，礼拜六大概1点哦，这1点半就开始了。礼拜天最早2点就开始了。来100可以挂，来100拢挂了哈、哦。小家庭拢变大家庭啊！哎，最好你好，来拢完哈，好谢谢来，红红鸡条条来，有很多嘛，来拢 OK 了，啊，多利鱼好，三包，真的好吃，真正好吃来，2包一起卖啦。不然我没有办法便宜给你们，一定按2包做一杯，来春江鸟，
金龙三四个人给你，来三百块。啊，有那个水哥，水哥已经准备。今天好些，来三百块。水哥就是去年在冰箱下来那一个。两百，我可卖你两百，卖你四百，来三百块来。你们应该都知道啦，我不用再介绍水哥。这七十块也会使，啊，等一下就会那个货车在冰箱，货车在冰箱过来。我不用再拍了，大家都知道了。有啊，刚好在冰箱来啊。来一百五来，红龙香柠鸡柳条，真的好吃。来一百五，最后两包而已哦，最后一包而已哦。我后来刷，我来掏钱几包，不要几包，好。来多利鱼的。他昨天冰箱已经多利鱼的，有在那个好像在旅馆促销插电。他在旅馆插电了，让他结霜。还有多利鱼吗？昨天已经有在饭店让他结霜了。谢谢啊，谢谢啊。有啊，就是他。再过来了啊！不然我关你过来拜啊！我关你过来拜啊！来两份啊，他要两份。不一样，男生跟女生花钱都很阿莎丽，男生跟女生花钱都很夸张，只是他们买的东西不一样。我啊，我来一脚。鲜明也是很来一脚，对啊，鲜明买没有问题，只是回去要怎么处理？回去要怎么处理是另外一个问题。一脚一个上面无关掉的，无这边去啊，这边去啊，这大姐哈，来一脚，等下要吃，到老来再出来，来有咩无关掉，到老对哈，来多利鱼三百块来，三个人给你，最好一个。多少钱？两百啊，再加杯酒。好啦好啦好啦，来三百块来，三百块伊啦，三公斤啦。全家，嗯，哎，多买几包嘞。四公斤哦，三百块多哩，四包给你。等一下，帮我找个小箱子给我好吗？来三百块，最好几个多哩，三百块。鲜明之前好像一次买了几标啊？六标还是七标的千元标？之前啊，一次买了六标还是七标的千元标？我可不可以变好你的修车啊？可是他买过一次就觉得哦，买不是问题，回去怎么处理才是问题？不要那么多了，给我要点钱就好了。哦，按以前的其他班的，我好了，你再来。黄金小干净的，买吃过多利的，两包给你，两百就买不到了。来，两个最后两个人给你，来一百五，大火牛，来直接回来给你，喝完了不？最后一天了，我无得买两包的啦。怎么煮怎么好吃？要那煮用鸡，煮得少。真的有吹，吹煮汤拢会使，煮麦嘛装一下，因为无起无水无水。虽然你上课无专心，你嘛那何用去煮？你上课爱较专心的，我拢会讲啊。哪来嘛爱上课爱较专心的？你今日老师朱林是无来，阮朱林做派。从早边忙我。无来。啊，后面没有东西分哦。可以啊。来好，来来来，一轮啦，第一轮。现在没有。龙雪鱼搞套亏啊，我用小号赢啦。龙雪鱼搞套亏，啊，做咧花花的啦。Tony 你好。来，各位观众，纯正的阿婆。不是，不是那个鲨鱼的问题。你买回去以后，你要整理啊，整理以后要塞冰箱啊。塞冰箱的时候，就会开始回想说，我在现场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在现场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想啊，你想啊，搞啊，足侪物件卖完啦。因为今仔加班咧，今仔拜日，我拢是拜六礼拜正常去，吼来，有要食银板肚块的来，唔免三百啊，来两百块啊，这个肉超细的哦，来，正鳕鱼，
那是爱演戏，演戏我嘛袂，我嘛袂袂去呢，演戏佫愈贵。来来来来，过过来两百块银板杜拜，刚才有买中科了，应该离开了啦哦，这里交。回到家，你看到你看到你买的东西，你就会在那边发呆。哦，我写充钱火哎，大概类似这样子。对啊，他上次买鲜米，鲜米上次也买太多。鲜米没有开货车，开轿车，再不回去。